各位听众呢，啊，进场真诚的祝福的，表示今天呢，黑龙江是充满了活力的一天。那么云县呢，啊，以前黑龙江是一个毒瘤王国，也退出了马林场。那么在去年呢，我们都知道呢，奥运呢，举重的铜牌就继续我们云县的荣誉项目。那么在座呢，各位呢，今天亲所呢，可以说我们云县呢，未来主将。也是我们台湾呢为了主将，那么比赛竞赛呢总是呢有资源，我也希望各位选手呢能够呢努力不懈呢，就你有一天能成为呢海运之官，也能够成为呢海台湾之官。今天开始是全县的中小学联合运动会，那我们参赛的对象有包含到啊全县的高中、啊国中跟国小啊，那所有的选手总计有1500多人，那连续三天会在这个地方啊有一连串的这个竞赛啊，那所有的学校啊平常啊体育的一个训练成果都会在这三天来做展现，我想每一个学校每一个选手都卯足全力在这个地方为自己争取最好的一个成绩。这次的比赛里面我们会选拔一些优秀的这些选手，那未来要代表云林县参加这个4月份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那再为云林县来再创更好的一个成绩。